充满快乐的儿童节就要到了，我们快乐的准备了儿童节的快乐红包，快来拆开看一下惊喜吧。有外援吗？不是外援我就不拆了。几首歌曲前奏，说出歌曲名称。我的天，来吧！我有种预感，关于我的歌。哎，你愣住了吧？想不到吧？蓝精灵。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都让我看见了，你就举着它给我放给我看，真的把我当儿童了。谢谢你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采蘑菇小姑娘，你们真的是把我当儿童。王前大桥下，游过一群鸭。说什么？快来数一数，数掉鸭子。蓝鲸歌名。共同挑战成功。耶，还有啊？对呀、啊，里面会有真的惊喜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不是万元红包，真的，我就直接走了。现金红包6.66元，本片由片片提供。哇，什么寓意顺顺利利？天哪，片片还要出资？哦，6.6块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微信收款，手机。哎，这个怎么没有声音吗？啊，没声音。感动。我就再来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跟你讲，这种红包啊，不能收多，就收最精的。再抽一个红包，好嘞，好的。什么？所以呢，还要抽吗？快问快答的形式回答以下问题。第一个，分享小时候最喜欢的儿歌。3句半，因为当时练舞台的时候一直练这首歌。然后2，分享一个小时候最喜欢的美食或零食。辣条。连女士听见。小时候经常被抓包好吗？就是偷偷买，然后又被抓，又扔掉，然后又去买。那小时候。3，如果穿越回小时候，最想做什么？我一定会回去告诉我妈，你女儿长大了以后绝对非常漂亮，不是黑妹。谢谢。最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，亲哦。最后一个红包还挺惊喜的呢。那你又把那个剪到前面去，谢谢。什么心愿兑换券？截止日期2022年12月30日，从现在开始放假到直接放假到12月31日。我是工作狂，你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我收下了。可以，让我先想想，以后再说。好，现在没想好。